车道两旁秋叶飘落，宛如身处黄金雨中，美不胜收。最美场景有如韩剧拍摄现场，浪漫指数破表。但这里是嘉义市世贤路的自行车道，嘉义市环市自行车道正式启用。嘉义市积极打造绿色运输量能，市府争取前瞻计划2亿元经费，打通自行车道断点，优化路线，还进行车道拓宽跟坡面翻新。总长约25公里的环市自行车道正式完工启用，也串起嘉义市的自然与人文景点。好不容易，我想经过了2年多来，终于完成了。那在疫情稍微解封以后呢，你可以慢慢骑脚踏车来逛这个城市，因为这个城市是值得你放慢角度，它是要你用刚刚好的态度跟速度来品味这个城市的温度。在市长的领导之下呢，更建构了 U-Bike 的系统。我相信这个自行车道的完成之后，可以帮嘉义市以后非常多观光客来到嘉义市之后呢，可以享受慢活的生活。嘉义生活车来喽！全长25公里的自行车道，沿途风光明媚浪漫，随着季节更替，更将呈现不同风情与韵味。邀请民众携家带眷来场自在漫游，将嘉义之美尽收眼底。嘉义市环市自行车道，赞！民视新闻郑荣文嘉义市报道。